10月21日，韩国人气偶像男子组合 MXM 成员林英民、金东贤在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两人均以黑色西服帅气亮相，一出场便为观众献上多首精彩歌舞，换装后的两人更是以青春无敌形象示人，情趣幽默和轻松欢快的表演让在场歌迷尖叫不止。非凡娱乐，香港报道。